我是薛平侯府世子，薛平侯府是我的啦。薛平侯府都已经没了，哪来的什么世子？你现在就是个酒鬼。酒鬼，酒鬼，都是你，你这个丧门星害了我。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要不是你大伯害了我娘，我早当上世子了。你娘又是什么好东西，勾引我大伯的淫妇？敢说我娘，我掐死你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熊二爷，有人找你。小饼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不是人！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有人想见见你。用的什么谈吐这么熏眼睛？孟太师，你来了，明儿。你把我害成这样，还有脸见我？如今大势已去，我只能指望你了。你算老几？你敢指望我？我是你爹呀、啊！你是我和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我娘已经死了，这种死无对证的事儿，你少胡说！我已经被贬为庶民了，你还想害我？和你一起死吗？我害你干什么呀？我想让你飞黄腾达，富贵无极呀！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等我。私营铁矿多年，所挖的铁矿石全卖给了北漠可汗，用来打造兵器。你居然勾结敌国，自古成王败寇。明儿啊，你我现在沦落到这种田地，何不放手一搏？我问你，明儿，你是想做庶民，还是人上人？我宁愿死，也不做庶人。太好了！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宫里的吴贵妃即将临盆，小皇帝一定会出宫替她祈福。到时候，只要你找到北漠第一高手黑狼，咱们定能扭转乾坤。黑狼现在人在何处？我来告诉你，黑狼就是你的妻子孟寒娇。萧明这个人渣，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娘子，还在生我气呢？娘子，萧明，你别碰我，你把我休了吧。娘子，别呀、啊，相公知道错了，不应该打你。娘子，你把这个东西吃了，咱们就能翻身了。未来，别说侯府，就是整个京城，整个天下，都是我萧明说了算。吃啊，吃啊！你疯了吧！你给我过来！你脸不要了是吧？我吃，吃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吃！给我咽进去！咽！我这果然没有骗我。
别杀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天天躲在密室里闷都闷死。静书姐，嗯，你今天贸然出来，会不会被人发现啊？没事啊，这都是萧刃演的地方。都是萧刃演的地方，这样啊？哟，这不是魏公子吗？怎么今天又无聊了？要不找两个小姑娘给你唱唱小曲儿解解闷儿？我不听。要不找个姑娘陪你喝一杯？ 我不喝。走开，他是我男人。你说是你男人就是你男人，怎么证明？脚踏风波，身穿身侧过，年岁又游荡过河，孤鸿残雪似我。一身尘世暮色，谁不嫌我风光多？俯首一把风尘过，听。